圣地，人们都是拼了命的往里走。既然有人从里往外走，难不成是忍受不住退回来的？不对，此人步履沉稳，没有半点虚浮，不像是坚持不住了，反倒像是冲我们来的。难道是昭国和鬼仙派的人？ 小心！啊，陈少。 陈少，没想到咱们三个人又相聚在此了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呐！我是循着你们二人的气息找过来的。啊，陈少，这虚无圣地的阵法不是可以屏蔽精神力吗？你为什么能感知到我们？区区四阶阵法而已，只要精神力够强，还是能感受得到的。啊，看到没有？ 果然话说多了，以为差点要死了呢。你们俩也是，抵抗不住就早说呀。我这不是要追上陈少的脚步吗？我跟启明也不想拖你的后腿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跟着我的运气方法来。
看来这五倍的浓度对你们来说正好。再往里走，对你们的身体只会是负担，也许得不偿失。你们且在这里修炼，我先进去看看。陈少，保重。接近天界的地方。这段时间一直压制修为，不突破天际，目的就是为了突破自身极限。没想到进入血无圣地后，肉身果然再次提升了。比我先到这此人应该是玄国第一天才清风。玄国的第一天才不是赵维吗？自然不是，那赵维算什么第一天才？之前挑衅时若非我留手，那赵维难逃一死。这清风才是玄国的王牌，也是玄国定武王秦霸天的长孙。赵国和玄国连年征战，那秦霸天常年驻扎边境，我赵国被他屠戮的将士不下百万，还自称玄国军神。什么军神？敢抢本少宗主的风头，找死！敢打扰我的修炼，再来！等一下，此地乃血雾圣地，万一引动阵法被传送出去就麻烦了。那就先放过这小子，等出去后再要他好看。
龟仙派的人果然都是疯子。才一个多时辰，我便从地级中期巅峰突破到了地级后期巅峰。我原本修为不高，只坚持了一个多时辰便挺不住了。若是能再来一次，那突破到天级也不是不可能。站住！血雾圣地任何人只能进入一次，一旦退出不得再次入内。只有一次。收获如何？回大人，弟子已经从地级中期突破到了地级后期。走。血雾圣地的洗礼中，往往越先出来的实力越弱。上一届洗礼中最强的那个天才，足足待了一天半。这一次，究竟是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呢？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啊。我这身体跟精神都提升了数倍。而且是视力也提升了不少。那是灵髓经。灵髓经是灵髓之源，应该是这片血雾圣地的诞生之源。即使在武域，这玩意儿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。这么大一片区域，应该不止一个才对。
区区四阶法阵也想拦得住我。谁？不好意思。男人。跑进女生区域了，淫贼，你竟敢闯入女生区域！如果我跟你说是误会，你信不信？误会？血雾圣地中男女区域被阵法隔开，除非刻意破解阵法，否则根本不可能进入另一侧。你定是居心叵测，刻意潜入。我。哪里走？好快的剑！你想杀我？杀你又如何？在这里动手，你不怕被这阵法排斥出去吗？哼！剑锋阵盘，这宝贝你都有。剑意，你还会剑意？有此实力，居然还当淫贼！哼，不知廉耻！美女，你再动手，你的蚕丝衣可就要破了。想走，哪里有那么容易？三阶封锁阵，这女人怎么这么多宝物？不行，一旦因为破阵而拖延，那疯女人肯定得追过来，我得换个方向。淫贼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不就是看了一眼吗？而且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什么人？秦晨。怎么是你？灵山妹妹，怎么了？回头再给你解释，千万别守在这儿啊！脸怎么这么红？不会是修炼出了什么问题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今天已经第二天了，以你的修为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十分难得了。如果坚持不住的话，一定要离开。子勋姐姐，你放心。我不会应承的。嗯。嗯。怎么了？别说话。这附近有人。糟了，不会被子勋姐姐发现了吧？谁？你们两个，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外人路过？外人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你才是那个外人吧？莫名其妙。我跟上幽千寻，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你在这继续修炼。秦晨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那个疯女人走了。你对那幽千雪做了什么？还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本来好好在修炼，也不知道怎么就来这儿了。是那个疯女人看见我之后，二话不说就开始追杀我。这也是遇上了你，我才……
既然你帮了我，我也帮你一下吧。那个，你先好好修炼，我先回去了。快要坚持不住了，现在怎么感觉好像又轻松了许多？难道是刚才？该死的淫贼，竟然让他跑了！哼，别再让我遇到他！这个区域应该是已经被我翻遍了，剩下的灵髓晶就当是给西北五国剩下的那些天才留个根儿吧。如今血雾圣地中八成的选手都已经出来了，可我大玄子弟却一个都没有出现。若是秦晨他们陨落在里面，可就麻烦了。灵武王大人，弟子收获极大，修为已突破天级初期。秦晨他们人呢？是不是早就已经出来了？你是第一个出来的。什么？我是第一个？以你的修为，能够坚持一天多，已经实属奇迹了。血雾圣地比拼的是武者的意志，意志越强，坚持的时间也就越长。我明明已经坚持到极限了，为何还是第一个？可恶！好了，先休息吧。是。这都快两天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没出来？按以往的规律，最长的一个人不过坚持一天半左右，这次怎么这么多人坚持到现在啊？尤其是那大玄武，到现在还有六个人没出来，简直都要逆天了。嗨，说什么呢，那几个低阶的小子怕是早已经死在里面了。哎，那个是大玄武那小子。灵武王大人。好，没事就好。
不过是多活了两个而已，看把萧大人激动成那样。你突破天级了，灵武王大人，侥幸而已。嗯，这次血无圣地洗礼，我也突破到了地级后期，距离天级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好，休息吧。天级？什么？又是个天级？灵武王大人，灵山郡主，以往在血雾洗礼中能够突破天级的，几乎能坐稳大比的前五。可这次洗礼还未结束，便已有十位天级，这彻底打破了以往的记录啊！哼，紫薰公主天级初级，四皇子天级初级，灵武王。嗯，四皇子，你在里面可有见到秦风和秦晨？秦风还在接受血雾洗礼，秦晨我一直没有见到。嗯，